准备出门。鱼丸米粉吕家，哇，好多公仔哦，而且很多都是海贼王的，还蛮传统的早餐。不是啦，哎，浪费食物。那么大气，那个从冰箱里面去勾起来就好了。真的，都说你真不浪费，你这是我的偶像。我们现在在金车格马兰的威士忌蒸馏茶。波尔先生喝茶，博朗先生喝咖啡。这里空气就充满了酒精味，很香。酒精味好重。这是太阳大桥。哇，这你的脸看起来很圆哎，而且还亮油光。OK， 比较好一点。清水第二公园，这三分钟我们就要到了，就要发现修园。老板，你多少钱？我是我。你要多少？啊，慢慢绿茶啦，特别，特别。要吗？奶茶放少少。路边经过了一个小甜点。牛逼哇！哇，我们换司机了。对啊，小费啊。我们很紧张，要给小费。大家准备好。能够到不到的 ？OK 咯。不要太兴奋了。慢慢讲，慢慢讲，慢慢讲。哇，这里蛮漂亮的。我们去喝茶。哇，精彩！港式泡茶，对，港式泡茶，式泡茶，海西感人泡茶。茶。晚餐时间，台式热炒。吃的超级饱的，要来逛罗东夜市，看来就反胃。野席，lucky number 来一个。牛仔，哎，恭喜没有偏财运，没有偏财运，八，牛仔。明年明车，台湾之美。可以了，走了，走走。OK。给一蛋糕，好吃，7.50，我觉得。蛋糕。学。今天晚上你们就发财了。这是已经快要半夜一点了。再吃皮蛋，我们该接受。肚子饿了，吃啊！好吃，好好吃。我刚刚就一直很想吃，我故意输的。他超想吃的，好不好？哇！吃啊！好好美，温泉皮蛋推荐。又是我，又是你。大鱼局哪里啊？很辣，最后一局的奖励麻辣。得到这个殊荣的就是有你跟东叔，好羡慕，好羡慕，对啊，他们三个是根本就是奖励嘛，知道就是奖励啦。准备离开，好了吗？走啦，左转直去。等好久了，等那个葱油饼等很久了。
很可惜。林哥非常非常讨厌吃臭鱼，哎，他很不懂得享受的，他错过了很多。太阳风味馆。好吃哦，好餐。回台北了，我跟凤也要回台中了。宜兰好山好水的，其他香港赶快来玩。再见。我们已经到金站喽，我们要下班了，不是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我们下班了，我们结束了我们四天三月夜的北部之旅了。那笑还是在哭啊？我看不出来。我们的车又出问题了，现在我们那个女汉子她在修车。怎么会是我？这些没用的，抽烟喝酒，抽烟喝酒还在自拍。还在自拍，我们全体在修车，被次序人又勉强假装帮忙一下，好爽，可以了。我不知道哦，因为他说是刹车感知器的问题。关门回来，我要快断了。